よ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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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片头要这样放闪吗？各位，我们刚刚拍完从零开始学日文久违的，这什么影片？这是今天我要慰劳你啊！这个影片我要带你去吃饭，不是吗？你不是说，拍完今天努力拍完这个从零开始学日文，然后要我带你去吃饭吗？对啊，所以要拍影片呢。就是 DTV，DTV 啊。好，那各位，今天这个影片，是这样子的。Yuma 呢，他今天就找到一个好料，要拍影片，就是在我们这里开着1个小时的这个高速公路的 Service Area 呢，有一个店，是一个人的烤肉店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的专门烤肉店。对，那个是东京也有很多，东京也有很多，所以是那里的客人都是一个人去吃烤肉的吗？对，不，你们会一个人去吃烤肉吗？很棒哦，一人一个那个。对啊，就独占那个烤肉架。这次我们会想要拍这个影片，是因为它的这个菜单很特别。像我们讲这个量的大小嘛，拿米摩利是普通的，然后大碗的是什么？欧摩利。对，但是日本最近呢有什么？阿尼美摩利。anime 魔力是什么东西啊？各位，我也第一次听今天。所以 anime 魔力它应该是想要说这个大小就好像是动漫里面会出现的，就很大碗还是怎样的？对呀，不现实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拍这个 anime 魔力，对，来慰劳Yuma，给Yuma吃很多饭跟很多烤肉。耶！では行きましょう。各位。天，我们的 GoPro 当机了，所以影片前面一段一整段都没拍到。我们这次去的呢是我们从我们家开车1个小时，在高速公路休息站有的 Yakiniku Like， 它是分行，东京也有很多。那这家烤肉店是专为一个人想要去吃烤肉的人而开的烤肉快餐店。各位，这就是一个人烤肉的桌子，你看，好可爱哦。有点像网咖的感觉，你看它这个很小哎，一个人专用，没有人跟你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要点餐的是在这个盘内的这里可以点餐。呀，卡哇伊呢。然后今天的我们的目标的漫画茉莉是在哪一个？是现在这个限定メニューかもね、今だけ1ポンド肉的这个 Mega Mori Pounder Set 才会有的哦，所以它是现在期间限定的。哇，这个你可以一碰的哦，好多哦！天哪、啊，然后对啊，肉也是很大量嘛，然后饭无限吃，这个到底是肚子要多饿才能够过来吃这个啊？你确定你能够吃掉 Anime Mori 吗？我今天还没吃东西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点吧。Manga Mori。刚刚问了店员哦，因为这里是开车来的 service area， 所以没有卖啤酒。Yuma 不要失望，你看 Yuma 这个心都不知道跑到哪去了。Yuma 亲脖子，爆！这个火呢是要自己点开的，火恰高哇 A 都别哦，同时按。哦。然后菜单呢，它也很贴心啊，有3种语言呐、啊，日文、英文跟繁体字。各位，餐具呢是在里面，各位，抽屉，嘟嘟，超方便的。还有 apron， 来了，你看，啊，那自己去拿的哦，原来这个是要自己去拿东西的，各位，我们这个来都卡的。哇！好刺激！哎呀，优玛，这个饭也弄得太美了吧！好漂亮啊！哦，真的很，马上麦克风吗？高级麦克风。啊！哎，真的很不真实哎，这个像动漫里面会出现的，所以它叫 anime 魔力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烤肉吧。呀，真的很棒，各位，你看这个桌子就是你的空间。你们炉火很大。我的这个定时 Mega Mori Set 呢，这个饭、汤还有。
有 kimchi 泡菜都是吃到饱，おかわり自由的。对，我是单点的、啊。烤肉酱呢，其实有很多口味，又呢，通常都很喜欢用这个柠檬汁、韩国辣酱、嗯。虽然跟是跟友买起来的，但是好像是一个人来的感觉、嗯。对啊。就刚刚好吃哦。哇！哎呀妈，这里不是快餐店，这里是好吃的牛肉烤肉店。加油，还是一点点的、啊嗯。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变成到未完计划了。对。吃完，到最后还是我在帮忙。换位置。对。那两个人一起吃的话，其实刚刚好哎。太饱了。我们真的不是大胃王的料，我们是中胃王、小胃王。中胃王，中胃王。中胃王，对。难多么艰难。付钱的时候是拿这个到这里 QR code 的 B， 然后在这里自己付钱的。我们今天两个人吃掉了3800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有点奢侈，吃很多好的肉，所以呢，两个人是3800嘛。但是如果你们就是只是想要吃饱的话呢，其实最便宜的是这个100克的肉，530日币。对，这个还蛮推荐的。好，回到车上了。哎，真的很幸福。如果这个烤肉店 Yakiniku Like 真的有在我们家附近，或者是可能我住在东京，下班回家我应该会很常一个人进里面吃烤肉回家，很方便。对，因为真的有时候会想要吃烤肉，可是你知道吃烤肉很花力气啊，就是你要可能不是一个人去吃的吧，你要约朋友，然后要去到店里面什么，就是觉得很自己弄也是很麻烦嘛，对不对？像这种快餐店真的颠覆我们对这个吃烤肉，在外面吃烤肉的这个想法。嗯，对，就变成快餐店，很容易入手，真的很棒，很棒。嗯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很好吃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不要忘记按一个赞哦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拜托大家订阅我们的 TV， 按这里按这里，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推荐影片。我不知道要讲什么话。